是一个一流的技术，那相对于我来说我可能优势在后台，所以大家的一个技术节奏不太一样，技术特点不太一样，我觉得没有没办法并在一起比较，就是前辈们一步一步走过来都是给我们很好的一个经验和一个榜样，那我觉得身为后辈应该沿着他们的经验和精神去不断的创造新的一个辉煌，而不是仅限于就是说满足当下的成就就可以了。那对于苏炳添、张培萌这样优秀的运动员，我其实还是很尊敬他们的，因为他们给我们年轻一辈带来了很多的精神的力量。